这城市飞机飘向天空中飞向你，我好想让你知道我的存在，把你的名字多长时间我们已经开始了。我要打个公告，季节送给我的秋天奶茶，谢谢你。哎，这个不能打公告吧？我要打一个。谢谢送给我的荧光棒，谢谢送给我的巧克力，谢谢你。其实也还好，本来感觉不是特别饿。我们现在还在等人齐，然后开始。应该没有人，我们先给你们看一眼。哎呀，怎么镜头调转不过来呀？真的吗？咦，卡住了吗？我这上面的键都还是不行呀。 OMG， 感觉好像是在跨年，我也是这样想。对我来说干饭，再试一次呀，现在可以了。怎么样，现在可以了？现在目前是这样情况。过年没有啊？我就是过年好了，你们还是
是还是能看出来。吃不了拉的呀，这样一半一半。好香哦！谢谢啊。听友送给我的九十九个荧光棒，我们。星期还没撒，他在收拾吧，安明。谢谢文化人送给我的秋天奶茶。就是想了好久的措辞。它的颜色化这个全景会不会有点应该也看不到今天锅底有番茄和辣锅，对，应该是。这是什么？为什么？这是卡卡。太远了吧？有点卡，是吧？哦，我觉得有可能是距离。开心锅的鱼干杯。翻转了我的镜头，为什么它总是卡掉？
过江哎。哎，为什么会这样子啊？卷，卷发卷起来的方式。那就。你这个装扮非常的 rapper， 是吧？给别人放音乐，很 hip hop。短一点，很 rapper， 是的，是的，成熟一点，好香啊，香死了！我喵喵，先把它都打开，它锅底还没开出，但是我觉得你说的对，可以把它都打开一下。差不多得了，差不多得了是什么？差不多得了是我们的。哇，小树真的好有勇气，突然明，还有活力，你知道活力你知道吗？我整个人我嗓子哑了，那天咳。好香啊，救命啊，好香，是那别吃了，吃点蔬菜类的好，然后吃点主食，吃点面食。老师的是什么？我觉得应该加点水吧。对，感觉汤有点少。头小。Hello， 大家都吃了吗？大家有没有吃？你们都吃了吗？他们一看就没吃。没吃，看这个会很饿耶。刚吃饱，还没有。哦，正在吃。巴巴拉巴巴拉。我今天中午吃的一个汉堡套餐，里面有一个汉堡，然后有鸡块和鸡翅，然后还有一杯可乐。结果我点的这四样没有一样是吃完，全都是一般。我觉得我的胃变小了。不是，他那个汤太少了。要喝可乐还是雪碧啊？雪碧。可乐。我是真不爱喝可乐。而且我好久没喝冰的，感觉我，感觉我喝冰的胃。好了，我就去调我的东西了。
小哦，谢谢。调料台吗？哎呀，我不能吃饱了再来跟你们聊天。我觉得我吃东西要好专心哦，要不然我会吃不饱哎。嗯，对，那个锅现在在烧。我调了一点酱料，因为我也吃不了什么太辣的。这是准备炒什么？我也是这样想的。村长，东西呢？然后在那上面，他那个音乐呢？听到了。彩色的一颗糖，这是 DNA 呀、啊！对对，我也是。我们要不要把这个都打开？哦，我要开始。你们看一下开关了没有？谢谢三娜和潘小菊开的。哎，这个。好了，大家，我下线了。我决定先吃饱了再来。再见了，拜拜。拜拜。不是你那个风，你应该没有关到那个房间。我的还能开，还行还行。哇！啊，这歌真是太好了。Hello Hello。我已经整个人，我已经燃放了我的能量，结束了。咋了？来吃饭。Hello Hello， 虽然我说我要先吃，可是我去带动气氛。那锅里还有啥？怎么了？大家不忙？我是给大家带去凤凰的气氛。没事，我想帮你撩出来。听这首歌很感动哎，听这首歌真感动。
Hello， 晚上好。雪雪，雪雪，哎，咱们那个全员直播的 WiFi 密码，那你还有没有午餐肉呀？还有没有午餐肉啊？全员直播的 WiFi 密码。哦。嗯。你试试那个。我连的就是。一楼的吗？对，我一楼加不住。为啥加不住？啥都没有啊。对呀，一楼。他不让我加入，无法加入。真是的，太难了，活干的。我们在播 KTV。这个是那个的熟的吗？女生刚进去歌，说唱新时代。Hello， 晚上好。加个福袋。对，我们软卧要开始了吗？对呀、啊，差人不提心，差人不提心。完了，我要跟着你喊。我想听。
等一个自然而然的晴天，我想要带你去海边。等一下，夏日四季花，略吧，可能在装。王瑞杰，谢谢店里百分百送给我的巧克力，谢谢。在干嘛？在干嘛？哎，我不是团建吗？王瑞杰，你跟旁边去了。我们的团建不能带家属啊，不能带家属。我觉得面有点硬。啊，硬吗？有点。白色情人节在直播过呀，不然过。略过。跳过。跳过。开个不过。哎呀！妈呀，这个一直都不冒火是不是？对的，它这个功率太大了。啊！我要开始了，我DNA动了。哇，其实压力真的很大耶，感觉就是很寒。对呀，我们要不要关掉一下？想去海边。
面是天草，我们带来的。不停啊！有我们这个锅真的，这个锅让我想念一下。哎，真的要面了，没办法，马上。好了好了，没面了没面了，开了开了。要加水吗？放点水，放加一点水吧，然后再放吃的。快吃快吃，羊水水，快吃！然后听听天草。烧烤我们家的热水。
能在呀，小陈在我旁边。吃饱了，喝点酒，喝点酒。
认真一点嘛，认真的。那你几成？干杯！干杯！他只有七分。随便。来，干杯！干杯！呜呜！干杯！哇！是萧敬腾的吧？说明家卫的风。哦。去那边敬腾。反正没有东西就不好吃，拿个水。Thank you.
了什么？他们互相呕吐。天，不要这么恶心！哎，不是，你们不是刚刚这样子？咱们这个尺度，说实话有一点，我喜欢。怎么了，扣一？你敢这么不敢认？Thank you.
怎么可以？小时候太搞笑了。冷锅打折了，我们今天都是来花钱两个人，是应该这个好专业，都是对，人家你在这喝错杯子还冷大姐，你那个好像很神奇的个人，在会上要要，哎你们唱那个，你们可以唱凤凰传奇的，你可以当那个凤凰，当那个曾毅，没有词儿，对啊。行啊，这首歌是有多么的好，多么的有活力，然后对我本来想让七七当那个啊哈，这个还没有那个当那个娘子啊哈，是吧？我好像是哦，那个一个人，就是你还有个样，孟郭真的是你，哎呦，能吧？谁赢了谁的？手光的感觉都结巴哇，哎，感觉你好，就是没就是很柔弱哎。什么柔弱？还有 power 的好吗？你撒个什么手啊？ power 哪是柔弱？我相信可口一的歌单，我一定没有听过。是的，可口一的歌永远都是那种那种本来想穿对那种什么今天上厕所的。啊，我们锅都吃可以啊，咱们锅有电，咱俩唱一个不一样的。你们要唱抒情还是单还是舞曲的？那咱俩要不我啊，可以什么歌什么歌？我们俩第一次合作，第一天啊，第一天现在什么？Thank you.
买了好多小的，直接吃吗？然后不，对，可以直接吃，我好像也可以。我这个。我这边第一个，我下了两次，第一个被吴涵吃了，第二个被吴涵交给小树吃了。
总看侧脸侧眼的。哎呀，那你会过去指导？Yeah.
看效果呢。最起你是没有
还想听，还想听。都行。参加我的二
菜味。很重的香菜味。冬宝鸡。来点一碗。开心的歌曲。Hello， 晚上好，晚上好。你想屏蔽吗？我口红都掉完了，你要补一补吗？我带了，但是今天没有水管。哎呀，别忘记带白了。那我们今天我们要把水要把水管。我走了。太好了。你俩要去放哪？非常的流浪汉。我没录上，居然我刚刚准备。
气死我了！气死了！我刚想录的没录上，没点。要不然还能做一个合集呢。想不起来了，我猜我被你猜了。你们真的厉害，真的。啊，你我哦，搞那个。算了，快乐是输。太厉害了。好像我听的那种。